今日过嚟广州岭南花卉市场。广州嘅岭南花卉市场占地面积差唔多有成40,000平方米。广州嘅岭南花卉市场系全国交易额最大、品种最多、服务功能齐全嘅鲜花批发市场。你哋睇下入边有几大？揸车从入口处一直开去鲜花批发区，都开咗几耐下。这个岭南花卉市场在地铁站滘口站的出口有接驳车接送来这里，坐一次接驳车就是2元鸡。广州的花市全国闻名，岭南花卉市场就是广州规模最大的花卉批发市场。在90年代的时候，广州市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花卉集散地。广州花市的价格通常都会影响其他城市的鲜花价格。现在就已经开始有兰花摆出来了。广州人过年的时候就最喜欢在家或者是办公室摆兰花。入面的鲜花市场分成很多个区域，有盆景区、阴生植物区、种苗区、鲜花区等等。这里的兰花8元一支，这些红色的花很多人在过年的时候会买来做围花。近年来很流行的肉啊，带住100元嚟呢度可以买到好多好多嘢啦！呢度嘅价格真系太吸引人啦！当然啦，呢度系批发市场啊嘛，同零售梗系有唔同噶。广州大部分卖鲜花嘅档口，几乎都系从呢度攞货去买嘅。呢边就系阴生植物，阿姨。这个发财树38元一盆，我买一盆回公司先。还有好多未听过名的种类。这么漂亮的杜鹃花才10元一盆。住在花卉市场附近的居民就真是幸福了，日日都可以过来买不同的鲜花，还要是价格全市最低。这边这个区有很多发财树啊，这些应该比较适宜摆在办公室。这个品种很特别啊，我没见过。还有柠檬树卖添。鲜花区就分 AB 两个区，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区。你们看看几大。这一种过年的时候很贵啊，现在就是18元一扎。好多好多的康乃馨啊，什么颜色的康乃馨都有。向日葵15元一扎，不同颜色的桔梗，
连棉花都是七彩的。麦穗大扎的10元，细扎的5元。这里有很多不同颜色的太阳花，都是10元一扎。这边整个区都是卖菊花的，这种菊花屋企就比较少用。而呢一区就全部都是富贵竹，乜嘢形状嘅都有，长嘅、短嘅、直嘅、挛嘅。水干了再换水，不用总加水，也不用加太多哈。嗯，不用换多水。哇，10元嘅十支，咁鬼长。呢一种我都第一次见啊！阿姨话佢叫做富贵鸟或者系天堂鸟。睇下啲绣球花。好多唔同颜色嘅玫瑰啊！住在花卉市场附近，真是追女仔都容易啲啊！可以成日过嚟买不同的鲜花送俾女朋友啊！多几蚊鸡，人哋仲可以同你包到靓一靓。呢边就是玫瑰专区，好香啊！买三包。呢度就是卖鲜花的另外一个区，好似睇落去光猛过头先嗰度好多。哇，仲有呢啲玫瑰，我未见过。头先嗰度嘅太阳花就10元一扎，呢度就9元。咁大个佛手，喺鲜花市场仲有佛手区。佛手广东人好多人就攞嚟拜神，亦有人攞嚟食用。剑南啊！而呢边全部都是卖百合花的，而家的百合好贵啊，几十元一扎，批发都咁贵，如果在街市买仲更加贵。好靓！在呢个鲜花市场做生意一啲都不容易啊，好多人都要凌晨3、4点钟开档。在凌晨3、4点就有很多不同的人来拿货，例如广州每一个不同街市里面的鲜花档都是在这里入货的，你就要一早上来这里入货，再运回去你开档的地方。所以这边的鲜花市场是早上才开灯的，其他时间就不开灯，真是做什么生意都不容易啊。各种不同的菊花，五代同堂啊！我就买咗一扎富贵竹同埋呢一盆38元嘅发财树，仲有10元3个嘅薰衣草香包。我鍾意分享我喺广州生活嘅点点滴滴。
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啦。